所有的一切都并不是我所想的那个样子。你去欧铁公司上班呀？我不去。我谁的公司我都不去啊！谁的公司我都不去。呵呵。我在这里找工作。其实就跟你们说吧，就是之前是不是一直给大家说过有个惊喜什么的，那个我一直都没有给大家说什么那个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家人呢也是知道的啊，就是我有一个闺蜜，还有她的朋友，就是我朋友嘛，一起来这边，然后呢。我自己其实手里面是没有米的，但是也借了一点，然后他们要去，因为那个店他们开了前面开了一个，还生意特别好，然后也来说，因为他们在这边待的时间久嘛，要来这边开个小店，这样子的话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然后我就来到这边了。但是我现在呀，现在我在想，我可能这个店要开是开，但是我可能我在这边如果说我实在想回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就他们把股份分给我就可以了，我就待一段时间我就回去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我的这里怎么那么痛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慈溪，浙江慈溪，在嘉善这边，浙江嘉善这边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有什么事情呢，还是要给直播间的家人们聊一下，其实也可以的。这个车太烦了，外面的车好烦呀，叫的叫的。你再加上哪，我不知道这个叫哪里，是一个小区还是郊区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而且直播间里面啊，我只能说我在这个地方，我不能在直播间里面我说我准确的位置啊，家人们，因为不一定这直播间那么多人，所有人都是真心待我的，对吧，真心维护我的，是不是？那万一有什么坏人呢，那样子，那我你说我现在我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大晚上的在外面直播，我要是说我的位置什么的，我害怕对我不利啊。对对对，这个直播间我就不去详细的说了，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下，我还得为自己负责呀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们说，你们说我一个女孩子稍有不测什么的也不好，明天过来吗，干妈？干妈，你明天来这边吗？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。可以呀，那你来嘛，来，到时候我带你去看一下那个，就是我们要开的那个店。其实那个店很小，今天还在装修，明天还要弄一天，应该就可以了，就完了。住的地方呢，住的地方我现在，我等一下下播了给我朋友打电话，我才知道在哪里。迷路了，我迷路了。对，就是宵夜店啊，宵夜店就是四川川味，就是四川的味道。但是你们这个本地人应该吃不了吧，因为它是麻麻辣辣的，就是有点辣，也不是特别辣，但是还是会有麻辣的那种，什么烤鱼啊，什么龙虾啊，什么干锅呀，什么的都有。吞死了，这里好痛啊，这里。干妈看我去，哎，真好，因为我出门在外的这里，除了我朋友以外也没有认识的人，我就会特别想回家。
我刚刚本来就心情没那么好嘛，我本来就不打算直播的，但是呢我昨天答应了你们我要7点钟给大家直播嘛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给你们播了。本来我还在外面逛呢什么的，我也没有带多少衣服吧，然后也不知道就是卖衣服的地方在哪个地方，我是随便走的，就是逛一下看看有没有能不能遇得到，如果遇到了呢我就买一点嘛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明天过来可以，你明天几点钟来呢？太无聊了。我在浙江，对，然后呢可能过两天呢，就是我那个表姐嘛，她也是她不在这个地方，她在杭州那个地方，她说要，她的意思就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过去学习，因为你说我一个人出门在外的什么的，确实也她也比较关心我嘛，然后我看吧，到时候如果我还没回去的情况下呢我就去，如果我实在坚持不了呢我可能也去不了。健康路上卖衣服，健康路上什么意思？没有听懂。8点吗？8点那么早啊？8点我看一下，8点我起来了没有？你那个吧，干妈，你就是11点左右到这边，呢，就刚好我们就可以去吃午饭什么的，11点或者12点，这样子的话就去吃中午饭，因为早上的话那个也没有什么好的菜。哦，12点左右也行。对，因为8点钟呢，我早上起来我还要洗头发什么的，我害怕就是到时候我不能让干妈久等呀。1点左右吗？哦，1点左右也行，可以的，可以。早上的话也没那个中餐什么的没有的嘛，但是中午的话，或者说下午就可以，说走就走。对。楠姐是没时间搞，哎呦，我还挺想见你们的，说实话啊，挺想见你们的。对，见看路上有卖衣服的，是，哦，还是这个地方是不是？蜘蛛粉丝啊，欢迎加入。那我明天打个车去问一下。没有带多少衣服，然后这套衣服已经穿了2天3天了，明天必须拿来洗了。哎，我就带了2-3套衣服。对，谢谢。住的地方是他们有租的房子。但是我能不能在这边长期在这边待着还不确定，我就像一个小乞丐一样的。太难了。我就在家上呀，支持吗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。对，辛苦大家了。
对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什么时候是端午节呀，家人们？几号是端午节？慢慢来。吴总那天给我说了，吴总说那个他没在这个地方，他在杭州那边。他说他忙，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过来找我玩。我说可以。星期一，十号是端午节是吧？哦，那你们提前吃粽子没有？十号是端午节，又胖了啊，胖了，胖肯定是胖了。对，今天都吃了是吧？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厂里要发的，端午节要放假吗？我在加上，我也在这边。但是这个加上太大了，我现在坐的是哪里哪个位置我都不确定。我怎么感觉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我刚刚应该是从那边过来的，我等一下回去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约了返回。对，我是应该约了返回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哦，可以可以，行，好的，来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家人们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，可以的。对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谢谢大家，原来返回，好的好的。然后家人们，咱们这里有什么什么什么新什么任务来着？端午限时挑战。哦，这个是什么挑战任务，家人们，来，咱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一下，看一下这个。端午节还需要挑战什么任务吗？对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看一下有什么呀，他。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。综艺泥。综艺泥是什么？是粽子的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对，那大家一起完成一下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我朋友有点事，我朋友有点事，我朋友他朋友在这边的比较多嘛。然后他叫我去吧，我说我不去了，因为我觉得啊，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呢，就是因为他的朋友我比较陌生嘛，我觉得我坐在那里嘛，跟傻子一样的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我就不想去了，我就没去。我说让他去，我自己先播着直播一下，逛逛街什么的。对，感谢我用户，谢谢谢谢，欢迎欢迎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是那个粽子包是不是？感谢我用户兰兰，谢谢。提前祝大家端午快乐，谢谢干妈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辛苦了啊，咔嚓嚓，谢谢。谢谢我六月荷花姐姐。谢谢我楠姐。哎呦真好，要注意安全，可以的，会的会的。先送的小爱心，谢谢大家。谢我香香姐，端午安康，我也祝大家端午安康，提前祝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祝福啊，谢谢你们。来这边要打工呀，打工，哎，找工作什么都要做，谢谢我芳姐，谢谢芳姐。是不是这个快要完成了呀？还差多少？
对，预装吧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干妈，谢谢。对，等一下，如果说这个我完成了，你们跟我说一声啊，家人们，给我说一声，完成了你们就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。谢我三丰姐姐，谢谢。对，好久不见，确实挺想念你们的。这个就，我播了这么久，我都还没有播一个小时。我刚开始是7:04开播的，对不对？感谢我，谢谢我陈雨春姐姐，谢谢姐姐的支持，谢谢谢谢大家。这个，因为他每一个节日，他都会有一些什么任务呀什么的，好像是这样的。你看还有几个吗？我这边我这么点进去的话，我实际看不到那些呀，这个是什么？没有听看懂这个什么意思？你们可能你们那边看的比较准确一点吧。谢我一片白鱼姐姐，谢谢。对，你们那边看的是多少吗？你们那边看的有没有跟我这边看的是一样的？结婚了吗？还没有结婚。结什么婚呀？单身挺好，快乐就行。至少你单身嘛，没有那么多烦恼。你说一旦结婚了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？谢谢芳姐，感谢芳姐，谢谢谢谢。哦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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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一下。20个玫瑰，15个粽子，还差多少个呀？还差个，哦，还差得多，还差个20多还是30？20-30个，差得多，太多了。这个差得太多了，家人们，我都不好意思叫你们了。确确实实啊。你去找 OTE 狗吗？你好好问一下，你好好搞清楚一下，我是在哪里，一组又在哪里，好好搞清楚再跟我说。不要随便什么节奏都要带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不要觉得就是不管我去哪里啊，就不是为了找哪个，我就去不了一样，就是不能去哪里一样的，不能有这种想法。说句实话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虽然我的事情不是那么大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不管是大的小的，它都是我的事情啊，感谢我虔诚，谢谢我杨姐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这个好像是快了快了。我在浙江这边，谢我三丰姐姐，谢谢。也没有理黑粉嘛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只是觉得，就是能说会说的人呢，哪怕就是他错了，别人都不会觉得他有什么错。不会说话的人呢，就是，就像我一样的人呢。哪怕我什么都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别人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，知道了吧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，家人们？谢谢我，感谢我快乐，谢谢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这个人的嘴有点笨啊，也就是。不会说会道什么的就不会，知道吧？你说我那个我之前在那个还在公司的时候吧，也会别人在一直说我没良心，说我忘恩负义怎么样？没办法呀，那后面我就不在公司了，我自己走了，我现在我什么也没做，说句实话啊，对不对？我也很少带货，我也什么也没做，
还是会有人会骂我，像我一片白玉姐姐，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家人们？